领导的。那这个一九二零，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是呢，郑志才先生是在1970年。认真的在写我的论文，但是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哎，因为我写论文告一段落，我就去关心了。关心的时候，他们说要呈递建议书给李登辉啊，结果呢，居然说没有李登辉办公室的电话啦。哦，那个我记得是曲海元嘛，啊，曲海元，就是现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啦，他刚好是学院的领袖，他要代表学者带领学生代表进总统府，那他们在找总统府的电话联络电话，哎，刚好我带在身上，我就跟他说我有啊，我为什么有？各位，因为我大学毕业当面回来，啊，我在7月3号当面回来，8月8号就见李登辉，9号就变成他的研究助理了，所以那个时候以来一直都有跟他联络，所以他当啊，总统的时候，我更是有他的联络电话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联络电话。我说重点就是，你从中正纪念堂到总统之间，不要走路，不要发生来回的安全问题，哦，这个很重要。所以就派车送他们到总统府里面，然后我打电话给总统的那个秘书室主任，就苏志成，跟他说，哎，这边有学生代表，有徐教授跟某些教授啊一起啊这个同行，要到里面跟总统呈递建议书，这样子，哦，有学院我记得很清楚。那这个素华小姐，她本身就是参加学院的主要的干部或者分子啦。那由她来讲，这20年来学院是怎么发生？然后呢，这里面有很多转折。为什么20年的奋斗，台湾人还没有办法改变不好的一个现状？哦。那他有很多感慨，那这个题目应该是蛮有趣的啊。那然后最后一个课程，就是台湾的国际，在国际问题或者国际关系方面怎么样子因应啊，这个由我们秘书长林志升博士来主讲。那基本上我们的课程就是这样的一些，跟过去各位在中学时代或者现在在大学时期所听到的荣获有一些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啊，哦。比如说刚刚我们秘书长说台湾不是国家，哎，你们一下子听得大概很没有办法接受，哎，台湾不是国家。那更多的呢，哎，美国方面一再放出他的主张，就是说台湾不是国家以外，还有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也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哎，这些问题就很重要了。然后他又讲得很白，他说，啊，这个中国啊，他更进一步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几个关键性的词句啊，哦，很多人听了会很纳闷，哎，中华民国一直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偏偏美国跟他说你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我刚才讲了，他只是有政府，他也没有人民，因为这些人民本来就是日本台湾人，他带来的是难民，是 refugee 的战争以后的战乱的难民，难民潮到台湾来啊，所以按照道理政府是流亡政府，所以这个另外就是他也没有领土，因为他领土只有金门马祖，所以他在台湾是一个殖民政权或者是流亡政权。我们说啊，政府、人民、领土、主权，这样才构成一个国家的四大要素。结果呢，中华民国是有一个流亡政府在这边，或者殖民政府在这边，他没有领土，没有人民，他有的就是流亡难民，哦，也没有主权，
那台湾呢，就本土台湾人来说，我们有人民没有错，但是领土跟主权呢又不在我们身上了，当然这个领土是我们的啦，也没有政府，台湾400年来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国家，也没有真正成立一个政府来治理这个国家，这是问题所在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种言论或者这样的说法一下子到你脑海里面，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怎么会这样呢？会让你有点错乱，跟你过去所了解的报章杂志所写的什么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或者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拥有金门马，台澎金马，这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各位，如果你不同意这样的论述都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这才是正确的论述，但是你要在脑海里面想一想，要去融化它，要去消化它，你要把这种观念慢慢去来了解，一下子要改变观念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你当有听到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你要特别去了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这是我们来上课来办这个夏令营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很多人从这里面的了解，从这里面得到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思维思想。当你有了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思想的时候呢，你才会有正确的信仰。什么样的信仰？政治信仰。台湾应该走哪一个正确的路？当你有了一个正确的政治信仰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怎么样产生正确的行动，来救什么？来挽救这个社会的危机，才能够产生伟大的力量，伟大的力量来进行社会改革或者进行政治改革，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才会正常的发展。现在台湾并不正常发展，怎么不正常发展呢？各位想象一下，既然国际都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流亡政府是台湾的政府的话，那么这个台湾的马英九政权，他跟中华大陆这个非常的靠近，就是要跟中共去和谈，要跟中共谈统一，只要我们台湾人民没有这个觉醒，没有这个了解，就跟着他向那一条路走去了，那我们可以想见整个将来的台湾就会走到一个亡国灭种的这个那一条路上去了。所以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是很了解，我所接触到的我的上一代的人，八九十岁的、七八十岁的，或者是我同代的五六十岁的人，比较上比较接近这个战后初期出生的一些人啊，都忧心忡忡，担心什么呢？担心马英九的这个终极统一的这个目标、终极统一的政策，如果一旦实现的话，台湾就会永劫不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大陆那种政治体制，它是一个专制的。可以，因为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它讲得很白，我就是一党专制，然后呢一党独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你到如果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你是不能随便讲话的，你也不能够随便批评这些政府的人员的，然后最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呢，整个这个中华文化最坏的一部分都显现出来。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最感到震惊的就是说，我在三四年前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学术会议里面有一个
也是中国的学者，在台湾的中国学者，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在中国一年有四万个逃官，他说如果在东北做官贪污腐化了，然后呢他的事情快要事迹败露了，恐怕被抓去枪毙，所以他就逃到西南。他说在东岸的，在东边的这个逃官，这个贪污腐化的官员啊，他快要东窗事发，他就跑到西边去了，跑来跑去有四万多个逃官，现在可能不止五万六万了。各位想象一下，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政治是吃人的政治，这个社会是吃人的社会，要我们去跟他谈统一，我们死也不敢，死也不愿意，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哦，在这种情况之下，马英九一直走向终极统一的这个目标，这是对台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所以我们希望怎么样呢？希望产生正确的思想还有信仰，然后呢在这个行动过程里面呢，由我们年轻人扮演重要角色，产生一股大力量哦，然后呢我们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台湾，使它变成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有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在公平正义的政治或者经济政策底下，政治才能够公平竞争啊。现在政治也不公平竞争，国民党有党产，其他的党没有党产，这哪里是公平竞争？这样是民主吗？不，一点也不民主啊、哦、然后呢这个经济的政策也是一样，非常的不公平，对于工商业者做很多很多的这个补助补贴，对于其他业者那个补助补贴就是非常有限的、啊、这种情况之下，就是重工轻农哦，还有重商抑农，这样子，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看是这个很多自杀的都是劳工阶级，都是农工子弟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有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我们这个社会的才会正常的这个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社会这个活动里面哦，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得到公平正义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家庭的这个和乐才有可能啊、有一个一点点基础，个人的成就才会更加啊、这个波澜壮阔。所以呢我们希望呢，首先就是希望说啊、让所有台湾的基层的民众，我们本土台湾人要有这样一个觉醒。觉醒到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历史。OK， 就是说我们呢、啊，希望说普遍的觉醒，让我们的民政府的组织更壮大起来。然后呢，希望每个人在听到我们这样的主张跟论述，特别在完全充分了解台湾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哦。现在目前从我们国中、高中到大学所接触到关于台湾的历史，都是虚伪的，都是假的，特别是现代、近代史跟现代史，都充满了这个荒骗啊，让我们大家不知道到底我是何许人。很多人不知道我是何许人，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都是错误的论述。是台湾人就是台湾人，绝对不是中国人啊，是中国人就中国人，绝对不是台湾人，这要分得很清楚，不能和稀泥啊，不能和稀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得到这样的充分的理解以后呢，要告诉你的同学亲戚朋友啊，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提早觉醒，对于台湾的事物多加关心，多加关怀。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希望。那我们这一代有相当的理解，但是也相当的痛心。我们台湾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目前这样的处境艰难啊，重点就是我们的上一代90岁80岁以上这些人，在1945年这个整个日本战败的时候呢，他们非常投机，居然认为说他是汉化，因为汉化了以后呢他就以为他是汉人了，
所以当这个国民党要来接收台湾的时候呢，要来占领台湾的时候，他们欢欣鼓舞，以为说他要回归祖国，被称为祖国派。一直到二二八事变被屠杀以后呢，这些留学日本的留学生他才觉醒到说，原来中国比台湾更落后，落后不止百年啊，不管是建设落后，就是政治观念也是落后，政治文化也是落后的，所以他们才开始产生什么，有反抗国民党的这种意志跟精神，然后才开始有独立运动的产生。但是独立运动从1950年到现在，从1950年或者说我们说从1947年到现在好了，1947年到现在已经64年了，独立运动是走了冤枉路，走了冤枉路，走不下去。哦，为什么？因为台湾既然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日本了，也不属于这个，当然还有一部分属于日本，但是呢，不属于这个中华民国，那他要从哪里独立呢？要从日本独立吗？要从美国独立吗？因为美国至少他是占领台湾，变成他海外未合并的领土啊，因为他是军事占领。而日本虽然这旧金山合约里面他是放弃他的主权权利，但是他的主权里面有一个主权义务，他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所以他还有权利可以把台湾要回去，如果其他国家并不接受的话，他也可以把它要回去。所以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国际法、战争法这些原理跟原则啊，我们有很强烈的这个论述说，台湾追求独立运动是没有背景的，没有背景的，没有合法的背景的。所以根据国际法或者战争法、军事占领法这些原理跟原则，我们的主张是非常的正确。所以我很高兴，很我们这些年轻人，你们当然只有十几个，但是呢十几个就很重要了，只要十个人发生力量，发挥力量的话，这是很惊人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他成立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成立的时候只有十个人，现在各位啊，你们有十一个人，如果能够团结合作，那个力量胜过共产党的当时的十个人啊，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哦，希望各位一定要看重自己，那么把自己的胸襟放大，把视野放远，来参加这样一个研习班，来参加这样一个夏令营，是从今天开始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希望各位在这个两天多的时间里面能够充分的来接受这样一个课程，然后呢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先听了，然后呢回去再跟同学或者跟你的父母亲来讨论，来得到真正的真知真正的见解，然后呢给你产生一些思想跟信仰，然后给你增强你的个人的力量，来帮助台湾苦难的所有的本土台湾同胞，让本土台湾同胞能够早日得到这个救赎，然后呢我们赶快建立我们自己的台湾这样一个国家，来使得变成台湾变成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使得每一个我们的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得到公平正义的待遇，然后都可以按照个人的能力，按照个人的兴趣去发挥个人的才干做最大的力量，为这个国家建设跟社会发展来做最大的贡献我是这样子殷切的期望各位利用这短短的两天多时间好好来学习，有什么问题尽量发问，有什么疑问尽量发问，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或者我们来这边授课的老师都会非常的乐意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心得。那最后敬祝各位这个研习或者参加夏令营非常的愉快，那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起立。敬礼，我们下课十分钟，谢谢。
上疼痛惜命命，咱的代志甲起关，不免别人来操烦。相信咱台湾，相信咱台湾，改革无底限。海鹰那夜头，海水底在走，春风叫醒咱心肝，满地吹起好作伴。